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系八月份，仍然处于农历七月，即系呢个我哋俗称鬼节。今日嚟到一个医院嘅附近，测试下一啲测鬼嘅 app。我嚟到医院附近，间会唔会嗰啲 app 测到好多唔同数据？咁就想嚟验证一下。而家时间9:09，我哋打开第一个 app， 一开始已经见到，跟住嘅方向。因為沒有購買到這個翻譯的 DLC， 所以沒有翻譯功能。沒有了，沒有了，試下轉第二個 APP， 還會不會一模一樣？它有不停在跳的數值，下面的那一項單詞又會轉。剛才有試 APP 的時候，它在哔哔哔哔聲，然後在自己說話，有點嚇親。There he is. Tell. 咦，最大嘅顯示，咁可能佢只係行過，唉，見無聊嘅走咗啦。暫時用呢個會自動影相嘅 app 咧，都係未有任何發現。佢英文單詞咧 ，end 啊，佢即刻話 end， 佢叫我結束呢一樣嘢，唔好繼續做呢樣嘢。Animal. Yeah， 頭先一路行過嚟嘅時候，影相 app 咧都一直就自動影相嘅，但係唔知點解佢停咗喺度之後咧，佢就完全冇再影嗰個相咧，只係間唔中轉下一單詞，佢連哔哔叫都好少，所以我決定行。而家就開始前進，揀嘅方向，不過喺醫院前面回蕩啦，仍然係。冇任何發現。如果佢發現到任何嘢嘅話，佢會自動影相。喂。Crazy. Crazy. V. See how I'm hard, eh? Who will you have any fun in? Who's your head? How's he won't sit on a team? Come on, get your hand. Who's the guy? The ye for me, a dance teacher.頭先試過有 dead 啦，有 end 啦。Away. Strange.由我嚟咗呢條路開始，佢冇影過一次相。Letter.我哋行咗十幾分鐘啦，都仲未開到一次相機。可能呢個附近其實都係咩都冇。我哋開另一個 app 出嚟睇下。哇，超級熱啊！我頭髮超一嚿嚿啦已經。另一個 app 一開就佢就話有啦。因為佢話係復仇之環，咁開翻第二個 app 睇下會唔會有一啲能量大嘅東西喺附近。佢連哔哔聲都冇。睇下今日都係冇收穫噶啦，咁我哋開始離開啦。行咗成20分鐘到應該，但係都仲未有任何收穫，個相機仍然係未自動開啟嘅話咧，今晚呢個測試 app 嘅活動咧就到此為止啦。到而家佢一路 keep 住
仲有揾到一啲嘢，有 BB 聲，但係都未開到相機。咁佢翻到去之後咧，我就會 cut 一啲我就會 cut 一啲佢自動影相影到出嚟嘅相俾大家睇下。你好。睇下咯。有啲奇怪，佢啱啱彈嘅單詞係 still hell。J。做咩事啊？雖然頭先彈咗啲令人在意嘅單詞出嚟，但係佢相機功能仍然係冇開啟到嘅，咁所以真係完結啦。咁而家離開啦。離開時間係9:26。我已經離開了醫院附近了。我剛才玩了兩副 App，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都不妨在自己家試一下。其中一款是需要課金課8去購買才可以使用的，就是會自動彈相機出來的那一個，另一款就可以免費下載。本身我抱著哇要課金，它一定會到很多很特別的東西，結果呢我是什麼都拍不到。其實我個人呢就相信我們跟這些好兄弟是共存在同一個世界，可能大家其實互不相干，你看他不到他看你不到，但是呢我就不相信這些 App 是可以測試到他們出來。因為如果那個 App 那麼容易測試到，大家科學家們就不用一直研究究竟怎樣才能感知得到他們的存在。剛才試了兩副 App 都很明顯的結果是不一樣的。第一款 App 可能說我正前方有一些很高強的能量在這裡，但是另一款 App 就只是嘟嘟兩聲，沒有更加多的反應。我也相信他們會彈一些單詞出來，其實都只不過在他的智庫裡面隨機抽一些詞出來，可能會抽到一些好像剛剛說的 dead end， 令到你緊張，你緊張你就自然會開始想哇它是不是真的，可能它中了，哇好害怕啊，樣就是這樣的一回事。大家如果有興趣 download 的話，可以留言告訴我你究竟試到什麼的結果，你在家有沒有發現到一些很高能量的東西啊。我們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